下我们开会的资料。那 YouTube is still live，我想YouTube 可以关掉，请汪大关掉，谢谢汪大主同在，一路平安。好。可以吗？我拉不上，我看一下我这边可以拉。成人主日学好，我们是不是剩下的都是童工呢？啊，我们现在有27位童工在上面啊，那我就因为大家很辛苦，我就很简短的分享一下，应该我有成人主日学的这个，好，很快的 go over 啊，辛苦大家，你们看得到吗？看不看得到？可我以，好像可以啊，好，那我们基本上呢，可以可大一以，点吗？可以大一点声音吗？大一可以。点。OK 吗？西姆，有一位徐姐妹，她也是我们当中的吗？应该不是呀。徐丽琴是不是？是呀，那徐姐妹，您可以下线，没有关系。他可能挂在那边。好，那也没关系哦。我们就很快的 go over 我们现在2021的课程安排啊。那我们今年呢，门训呢，还是照常。我想今年至少上半年，我们一定还是在 Room 上面进行啊。那所以我们礼拜四开会的时候，rehearsal 的时候有提到，还是要请 Helen 帮助我们协助报名的事情，然后跟丽娟联系，跟我们秘书。我们行政上面要开始推动，2月初推动，然后希望3月第2个礼拜最慢每一班可以开动那我们也刚刚听到很多了，我们要把弟兄姐妹组织起来，然后让大家接受门徒训练，我们 make disciple，我们也是make disciple 的人，然后将来他们还能够出去带门徒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神已经成就在我们中间。好，那门徒训练是比较简单，我们有30几位导师。然后我们的主日学有20几位至少其实我发现刚刚分享的每一位都非常有教导的恩赐。那今年我简单报告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修改的，请同工告诉我我再修改。那我们今年的课程安排一样，有春夏秋冬4季春季我们每一季的纪要整理都一样，宇宽传道是 coordinator 大概有何健长老杨师母跟文辉执事他们参与在这一班。张牧师跟高牧师因为有别班，所以就调出去了。那会有几个，会有我们4位长老会轮流带会员班。然后旧约概论呢，我们每一年都是先开旧约概论，然后冬天的时候开新约概论，就 year round 一整年都会这样继续来学习。杨长老是这一班的 coordinator，我们现在有高牧师、赵老师甘长老那其实冬季也有李菁传道来帮忙非常好。那李菁传道，我们要继续来看说他前面的道路怎么样安排。那他春季的时候，我们安排他教约翰一二三书。大卫是不是没有错？是约翰一二三。是的。好，那大卫是约翰一二三书的 coordinator 而不是，这是我们经卷另外一个经卷班的 coordinator。那有张牧师高长老，还有李菁传道，他们一起都是非常好的老师。我们圣经经卷班呢是宋长老是 coordinator，有光能弟兄永利执事王宇长老丽君。本来赵老师也在这里，可是我们把赵老师调到旧约新旧约概论班如果有一天有需要，再把赵老师调回圣经经卷班。今年你们是不是要开始以赛亚书？好像是。好，那书本如果还没有拿，在我们的在我们办公室有那我发现你们今年这4季都是大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跟哀歌耶利米哀歌是一起的，以西结书。
啊，秋天开，冬天但以理书，然后明年才有小先知书。啊，师父不好意思，我可以直播可以停了哈。对，直播可以停了，谢谢，一路平安啊，谢谢，一路平安，主同在。Make the host。OK，Thank you。OK， 好，拜拜拜拜拜拜，主同在呀，谢谢谢谢，嗯。好，然后我们的那个Vision School 是秋天春天跟秋天开啊，会有 InterCP 的宣教士来分享，所以春天我们应该也会继续开哦，真的求主open our mind 啊 ，open our heart， 让我们能够跟他的心意对齐，能够勇敢的走出去啊，那不要害怕，我觉得这个 InterCP 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祝福啊，他们是神的勇士，那大概是这样子，精卷。夏季呢，春季我们知道约翰一二三大卫，然后夏季是不是要提多书、腓利门、犹大书，然后秋季开雅各书，然后冬季我们就有教会历史啊，大致的安排还有停课日期是这几个日期啊。好，那主日学大概就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我到时候就把表格 email 给所有的同工，所以我们的开会应该大概差不多这样子了辛苦每一位同工，你们太辛苦了然后我一直希望我们有更年轻的同工加进来，一直要培训年轻的这个怎么讲教导者主日学老师、门训导师，那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是蒙召的，我们都是以斯拉立定心智来教导。好，没有问题的。谢谢葛师母啊，你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安排这个，很谢谢，也感谢主给你加添能力啊。谢谢王宇长老啊，谢谢您啊，您今天的分享也非常棒我觉得每个同工我都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大家在主面前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不管你在幕后做的，神都知道不过他还是给了，不过他还是给了你比较多的意向啊，要不然我们不会想得到。谢谢我们一起继续手携手心连心继续来服侍神的教会、神的百姓。那我最后就请宋长老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在天上父神，总真是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为葛牧师、葛师母向主献上感谢，主今天这个研讨会，主以及主日学门训的安排，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主，你带领我们的牧者师母，主真是带领我们，主精心的策划，精心的摆上，求主一一的纪念，主啊，我们也是把我们每一位同工再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真的就像赵老师所分享的一样，主真是让我们的立志能够做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或者门训的导师，求主真是让我们真是也能够精心的研究主你的话语，更能够活出主你的话语，做你美好的榜样，求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Amen. Amen. 谢谢同工们Today is just a beginning前面还有路，神要我们走低下脂油的路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必赐给我们谢谢同工们。好，那如果有什么，我们再联系喽。辛苦了，辛苦。再见。拜拜。拜拜。这个是指的。